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，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。我呢个关兴记呢个字号咧，就系源于咧我个老爷同埋个爸爸，就1920几年嘅时间咧，就喺个街个即系做咗之后就担上街卖嘅。咁1930几年咧，咁佢哋咧就转咗入去铺头啦，系啦。咁我咧就系1972年咧就同我先生结婚。咁所以咧，我由1972年咧就跟住間鋪頭咧就幫手做嘢，就做到而家。變咗我有時假期我自己都唔會休息啊，因為有好多街外會即係特登走嚟買嘢，買我啲豆漿啊、豆腐花咁樣咯。我而家好滿足我而家嘅生活，所以咧我就唔需要話要好多好多錢，因為如果我去將呢間鋪頭結束咧。我就唔可以啊，成日喺度間中啊同啲街坊打下牙交啊，同埋我仲可以做落去咯。可能我退咗休咧，我喺屋企嗰度坐咗喺度，好話唔好聽，可能會好多病痛。咁變咗我咧就唔會結束我自己嘅字號嘅，我會一路一路做，做得到幾時得幾時做落去。